大家好啊，今天是9月23日啦，啱啱放工，所以心血来潮谂住出大陆去食个海鲜。咁我哋今日就选择自己揸车由港珠澳口岸出去珠海。咁啊，唔知道大家呢一排咧抢唔抢到港车、澳车北上嘅名额？反正我就觉得呢一排真系非常之难抢，我每日都准时8:30入到去个网站，但系咧31分已经全部额俾人抢晒。咁啊，坊间就有传言就话咧，大陆有好多人有嗰个 Apps 咧，可以非法咁啊抢嗰啲澳车北上嘅名额，唔知道真唔真？希望政府咧可以努力啲打击呢啲非法行为啦吓，保障多啲市民可以约到车北上去自由自在咁去玩，同埋希望政府可以加多啲澳车北上、港车北上嘅名额，或者开放喺夜晚10点到朝早7点呢一段时段，就唔使预约可以任意出去。咁啊，讲翻正题先，我哋今日就经红鹤大桥去航空新城，再直上去湖心路嘅白潭头海鲜市场啦。咁前面呢一道咧就系红鹤大桥啦。咁啊，配合住日落嘅余晖咧，呢个画面真系十分之靓。呢条就是红鹤大桥啦，系2020年12月15日正式通车嘅，系其中一条连接珠海东区到西区其中一条重要嘅桥梁。而家就上高速啦，因为我哋系冇办到 ETC 嘅，所以我哋要行人工通道。不过而家嘅人工通道咧都好智能化。然后佢就会计翻要收几多钱，然后就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都可以嘅。我哋今次行嘅高速费就7元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朝住斗门嘅湖心路出发。口岸去到白藤头海鲜市场大概用咗30分钟左右嘅车程，大家可以选择泊喺入边嘅停车场又得，不过要收费嘅。而我哋就泊喺条街边啦。然后市场嘅外边咧有好多湛江嘅街边小炒啊，炭烧生蚝嘅。有前面呢一间就系比较出名嘅河富海鲜餐厅。每次嚟白藤头海鲜市场咧，我都只系会帮衬两间，一就河富，一间就系富里港，两间餐厅，其他我都唔会帮衬。而家就夜晚6点半左右啦，咁我哋而家就正式嚟到白藤头海鲜市场啦。有前面红色背心呢一位咧，就系呢个市场嘅管理部门嘅人啦。佢哋嘅存在咧，就系要防止呢个市场嘅某啲商铺出现呃称嘅行为。咁啊，一日到嚟咧，门口嗰一档咧就有好多龙虾啊、帝王蟹啊、象拔蚌。我次次入到嚟咧都好想买，但系一见到个价钱咧就令我收手。然后呢度有好多象拔蚌啦，象拔蚌我个人认为最好嘅做法就系做刺身，不过喺大陆嘅象拔蚌就算啦，要煮熟佢嚟食。然后亦都有好多鱼档啦，有好多唔同嘅石斑啊、老鼠斑啊等等嘅，仲有啲大闸蟹，系啲好普通嘅大闸蟹咯。然后亦都有好多一啲贝壳类嘅海产。仲有啲沙蟲啊，攞啲沙蟲嚟煲粥或者煲湯係非常之鮮甜美味，同埋啲海膽。不過海膽我見到係大陸嘅就算啦，因為大陸啲海水始終都唔係咁乾淨，加上而家日本有排放核污水咧，就係而家覺得啲海鮮我都唔敢生食。
仲有好多生蠔檔添。如果大家中意食生蠔嘅咧，可以買翻姜葱炒又得，酥炸生蠔都好好味嘅。椒鹽九肚魚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我前面有一間叫魚興水產檔咧，係專賣一啲高貴價嘅海鮮嘅。我哋首先买了四只大闸蟹，一共80元，然后就揀了一条珍珠斑，60元，其实都不算话贵啊。跟住买了一斤圣子王啦。然后就突然间口痕想吃大子，所以我哋买了5只大子，一共就25元。最后我哋就买了一些好大只的濑尿虾，而濑尿虾又是最贵的。一共就179元，而且是冇膏的啲濑尿虾。而家未系濑尿虾的季节，不过我哋因为好口痕，好想食，所以抢都买咗。好啦，前面就是那间我哋成日去的富利港啦。其次就是河富啦，我哋今天就选择去河富。河富是唯一一间可以见到海景的餐厅。我哋就拣咗坐窗边位啊，可以望到少少海景。个啰柚坐低之后咧，店员就会同我哋商量咧，买翻啲海鲜点样处理啊？系就系清蒸咯，清蒸系啊，清蒸四只。呢个蒜蓉粉丝系咪？系蒜蓉粉丝，冇错。五只系啊。一个开一个得啦。系啦。呢个清蒸。清蒸系啊。呢个炒系咪？呢个可可，豉椒炒。
咁啊，就睇下个海景啦。不过其实一到夜晚咧，黑掹掹，其实睇到嘅嘢其实都唔系好多。然后就带大家睇下入边个后厨个环境。我哋五道送嘅加工费加埋一碟炒青菜就176蚊人民币。然后好快上第一道菜啦，椒盐濑尿虾。然后濑尿虾咧，每一只都沉咗成只手掌咁大嘅。肉質咧就好鮮甜美味，但系咧因為佢醃得唔夠耐，所以其實基本上冇咩椒鹽味，得啲殼啊同埋啲腳油咯，啲肉係冇椒鹽味。第二道就係豉椒炒聖子王，跟住就有一条清蒸大石斑啦，石斑蒸嘅火候就啱啱好啦，唔怕过熟，而且系啱啱熟嘅，所以啲肉质好鲜甜美味。大家估下呢个系石斑嘅咩部位，咬落去好爽口弹牙。圣子王啲火候又系炒得啱啱好嘅，唔怕过熟啦，食落去又爽口弹牙。不过食落口咧有少少嘅苦涩味咯，唔知边度嚟。不过整体而言嚟讲咧，都系好好味嘅。跟住就是蒜蓉粉丝蒸大子啦。咁啊，呢蒜蓉粉丝就是精华啦，吸收晒大子嘅鲜甜味同埋蒜蓉嘅香味。反而啲大子咧，我觉得有少少蒸到 over 咗，有啲老嗰啲肉咬落去。最后一道上嘅就是清蒸大闸蟹啦，我哋买咗四隻都是冇嘅大闸蟹。而家准备系食蟹嘅季节啦，啲蟹都开始肥了，大家可以睇下入边啲膏有几咁多。咁啊，一打开咧就见到满满都是蟹膏啦，满满都是胆固醇。都冇咩好讲啊，除咗鲜甜之外。最后啦，光盘行动，我哋两个人食咗六道菜，系饱到上心口。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先，咁多谢大家继续收睇啦。咁如果中意嘅，咁麻烦大家点个赞，俾个 like， 俾个 subscribe 我哋啊。